啊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就没有看过。这个什么 leaf 啊？ Cancer leaf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真的，你家有什么植物种不活的，你拿给男星，真的。哎，真的，他这样摸摸两下，他又开花结果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有那个手气、啊。不是，他现在的家哦，真的就像钢蹦的外面一样，就种了很多水果。有时候经过有些地方，他们有种植那些果树，你会嗅到那种味道时，你会回想起啊，童年的时候你住在钢板的那种生活。啊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些是枯干的，那种子呢，回去呢我可以种。这个就没有看过，我们看了好像是黄瓜一样，不知道是叫什么 ，what is it called？ Galacus 啊，这个什么 leaf 啊？Cancer leaf 是吃的会有cancer，还是吃的不会有cancer？ 这个是清凉的叶子，真的吗？良药来的，良药来的。好、哦，对，我安哥，对不对？掉，安哥，对，我看到我认得出，真的。真的很清凉啊。